呢？示范一下赛道模式 ，race 模式。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仪表板开始调整，有没有？开始进入街道，你看。你看它的钥匙，它有一个这个，这是干嘛的？帅哦，开灯钮，哎，超屌的。那这个的用意是？我不懂啊，观众是不是给我讲一下？我也不知道。阿年阿伟，第一句阿年阿伟出来了。啊，我觉得你在跟你讲。阿年阿伟，我先尝试坐进去。我发现有个巧思，哎，就这里有做一个钥匙套，可以直接放进去，蛮屌的。好，我们先把门关起来。这压的车，我史上见过最贵的车了吧？应该是最贵的，目前。对啊，我们先发动好了。不知道韩国会更贵的。快要发哦。济南，然后车好跟我们说，它亮引擎灯是因为车子没有电，低电压保护，所以会有引擎灯这样。我们等一下稍微开一开就会消掉了。依照我们开迈轮经验，这个低档按下去，其实刚刚就在低档，我只是在按给你们看而已。然后出发吧，你要拿，不然你要我单走路。好咯，你会开车吗？手刹没拉。你会开迈拉轮吗？窗户键在右边。啊，就这样，啊，这个怎么开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然后门在这边呢、啊，但不能拉，因为拉要关起来干嘛、欸？还好你有先跟我讲，不然我等一下真的打不开门。有点像开我家推高机的感觉，超紧张。台湾的路有够烂，真的。啊你啊，我觉得这个路真的是有点抖哎。对啊，哎呀，我完全不敢，完全不敢，对，这是我真的在抖，不是我手在抖，引擎在后面。哇，那个泄压声你有听到吗？有有有。啊，山洞啊，那个车热了哦，我就说车热了、哦，车已经热了。好扯哦，好夸张，他在开什么？哇，可以靠直接靠地面。它上面还有玻璃耶，就基本上哪里都看得到。对，这台车内装用的东西都是高品质，你看哦，对，黑皮、真皮、碳纤维，没有，它是直滑点跟这样。这么无线充电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吧？它有 BMW 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真的，宝马的音响哎。它是不是可以调那个啊？仪表板不是可以调那什么？啊，这里有吗？有吗？欸、这也有哎、欸，我有720才有。应该720开始有了吧？现在那个都有。开这种车，在台湾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闪坑洞、闪洞，然后快快快相争，好的，快快快，怎么样？都不用，谢谢。超好笑。满了，加满才能开110而已，你看加多少钱？加1216。哎、欸，跟观众解释一下，他现在变260了啦。他预估我们可以开260，他刚110，我吓到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说油箱怎么那么小？快向上路，向上路，快一点。哎、欸，防滑冲我踩下去，到我放油门都在亮。武器来过，这台应该没问题。对，好多人，好多人在排队。下车路哎！哇，好屌，大家看对啊！我这你就得哦，要拉大力一点哦。这个刚好哎，你看哦，是哦，刚好哦，要压线了，勉强可以了。Hello， 好可爱哦，哎，它是敞篷的。好可爱哦。好干净哦！它的方盘是这一代的吗？对啊，我把它复原。哦，它好像末期有出一个有那个气囊的方盘。哦，对啊，这2000年的。哦，2000年的。你们大家看，好屌！跑跑跑！哇、哦，冲啊！跑！哎呦，我才摔倒！它那这样喊，那泄压声好好听。你看。哎呦！993，哎，刚刚那喊帅，我在到底每个路口，哇耶！哎，帅头鸟，你还在闪？你看，哎，里面全部都在看呢，真的，你全部，你看，哇，真的，好扯哦！而且我在拍照的，对啊，哎，这边的车也好猛，怎么了？可以麻烦你帮我拍大灯吗？大想说把喜拿停在路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很漂亮，然后顺便让阿伦拍个照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我想要顺便给各位看一下喜拿有个功能，我看一下有没有看到顶个 race， 然后这个 race 啊，你要按关门，我关门的按，来跟各位示范一下赛道模式，长按，好长按，你选择 race 模式，好 race 模式，然后你就看到那个
仪表板开始调整，有没有？现在7%、8%，看一下，9%、10%这样。你看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车身降低很多，有没有？100。好，现在车在赛道模式了，就是它旋转变硬，然后尾翼会变高高一点点，然后车身会降低很多。你看，它已经几乎贴到，你看，几乎贴到。我要拍照可以吗？可以。现在要还回去了，完全会舍不得哎、欸。